师傅，为什么我总是做这个可怕的梦？等你长大了，为师便告诉你。那等我长大也可以学武吗？像温州师兄和雪清师姐那样？傻孩子，你自幼心脉受损，并不适宜练武。大不了我偷偷。之前你私自练功，走火入魔，至今后患未除，难道还想再犯？弟子不敢。好在这些年，为师给你传功续脉，打下了不薄的根基。那。今日便授你武艺吧。当世武学灿若星辰，你必须子师祖当年博采众长，故而自在门中也留下了各派的秘籍精要。你最想了解哪个流派？醉梦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刀为武器，招式风流，一意求快，一刀命中，一刀又至，往复无穷，取人性命于电光火石之间。铁衣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铁拳套为武器，无坚不摧，攻守兼备，大丈夫不怒则已，一怒则群雄聚，天下惊。血河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挑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，所谓骁勇堪贯九州之土，一枪可当百万雄师。神象擅长远程作战，以七弦琴为武器，弹指间是琴声悠扬，也是杀机暗藏，死生阴阳存乎一念。素问擅长远程治疗，以绸带为武器，以柔克刚，出招时彩蝶环绕，草木回春，重伤之人亦可痊愈如初。九灵擅长远程作战，以魂灯为武器，心齐念动，可驱策药人上阵杀敌，而自己兵不血刃，